好，开始吧。我靠，你这体型太大了。还一半。哎，我没钱、啊。这一斤不好吃，大的，但是好吃。它两样，真的我也忘了。没事，你走了。拍不着你啊，就看一团黄黄的飞过去。
样？啥毛样？吃过用了。要不要拿个铁片过去看着点，万一打到头上。走啊！哎呀，我操！你没全中吗？你这来是来挖你的吧？啊！快走啊！你看瘦了。你没动参数吧？也没动。嗯。我。喂，哎，我看了，我这明天我等个客户回复呢，差不多，应该下周五、下周六吧，发吧，他要求是周五、周六。行，你这，啊，我有删掉了一部分。真的需要吗？我先给他确认一下，我先让他把那个先把那个尾款先打给我，然后你提前几天你也给那边定啊，给这个保安。是7月2号是吧？就过那个。这4号吧。哦。周一也可以给他弄大包含吗？行，你要不先发给我，一样不一样肯定改了吧，那些东西都改了吧。下一次春节呢，你去讲。你发给我吧，我可能今天弄不了，我今天拍视频呢，明天吧也不。好，明天拍。他这弄也什么呀？为客户说是7月2号发货，7月2号，7月2号了，7月2号没法开了，开不了船是吧？7月4号的话，大概多少？几号到？大概13号。13号到是吧？好几天吧。行，要不就定7月4号了。
行，好汉发过来，我今天给你盖章，这就发过来。嗯，对。找一部分图是吧？吹冷气不爆冷了。中间少一大块啊、哦！天哪！再拍一下照片。Yeah.
把当成什么人啊？太过分了。你要去三次出现，哪那么多事？这个何良，你问郭总，你问郭总。